这个是甲鱼，爆个头。我第一次吃这个东西，说实话我有点打怵。头啥肉没有啊，都是骨头，底下脖子这儿有肉，都说这个裙边好吃。嗯，像那个猪皮似的，特别弹。小腿儿里这骨头，它这个腿里边的骨头可多了，但是这儿的肉还是挺香的。